怎么了？怎么断气儿一天了？哎，你干啥？还想多添几口棺材？哎呀，看来啊，靖卫是学乖了，这回的出殡啊、棺材啊这些把戏，在他面前是兜底了。陈匡思的伤情拖不得，得想个其他的办法。 靖卫有没有离开赵各庄的意思？医院？嗯？你是说想法混在那些医院的日本伤员里头，把陈匡思运出去？对。你想想看，这些伤员全是烧伤，从脸上根本看不出谁是谁来。再说，咱们劫了他的送药车。 眼下赵各庄缺医少药啊，他们肯定要把这些伤员运到唐山去治。嘿，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哎，回去。怎么回事？回去。 身上住的是我父亲，我为他联系的去天津的医院。不行，可是他的伤势很严重，这里又缺少药物。这我不管，我接到的命令是，这里所有的病人一律不许出医院，除非是你的父亲死了。不过，即便是死了，我们也会在尸体上捅两把刺刀。给我让开！走。 大郎。 你傻呀？他们这么多人，你怎么打得过呀？是我父亲。这是老板娘让俺送来的，让你爹赶紧吃了吧。吃。 太郎先生，你父亲叫你过去一下。等一下，父亲，对不起，孩子无能。 政委，哎，现在不能走了。怎么回事？赵国庄的鬼子加强了盘查，连过的死尸都夸夸夸戳记到。那这么说，陈匡思负伤的事情，鬼子已经知道了是吗？哎，能不能想办法把陈匡思和赵国庄医院里边负伤那些鬼子混在一起给运出去？我和老王啊，这一招也想到了。嗯，可是没想到啊，这敬畏想到我们前头了。 医院里的那些日本的伤员，都不许运出去，在那死扛着。喂，我是土肥原，你是哪一个？喂，说话，你是什么人？土肥原，您是华北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将军。哈哈哈哈哈！ 难道有第二个土肥原贤二不成？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我是三菱株式会社驻赵各庄商代办山口龙的儿子。哦，你的父亲有什么事情了吗？他
他在一次重大事故中受了重伤，可是宪兵队不准他去天津治疗。原来是这样。我马上给小林旅团长打电话。孩子，替我问候你的父亲。谢谢您了。停车！停车！太郎，怎么了？父亲，我去买点吃的。富儿，那给你。真是，我父亲现在根本没法吃这些，完全都是靠输液，无法进食啊。你跟俺说有啥用啊？你跟老板娘说去啊。她是个念旧的人，知道俺没把烧麦送你爹这儿，把俺狠骂了一顿，非让俺再补一份。你拿着吧，算俺交差了。可是我父亲真的根本没有办法领受你这份好意啊。怎么，你是不是怕你爹知道跟俺在一起会挨骂呀？好，算白来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不是，你就拿着。拿，给你。这是什么？俺偷偷学着包的呀。你爹那个人家太毒了，俺怕他吃毒食，特别给你包的。你可真有心，谢谢你了。你不用谢，你只要点良心就好，别总想着跟我们中国人动刀动枪的。是，都听你的。快走吧。那我走了。走吧。大四哥，大四哥，来，唐山那边的情况咋样？挺平静的了，油库那边也没见增加什么守卫。是你，你说杰振国想干什么？杰振国啊。要点你们汤山的汽油库。你怎么知道？哎呀，我在汤山也是有好之人，也就你不重视我，人家还拿我当神仙呢。杰振国到汤山来，他绕不过我去，他这是找人托我给他帮忙呢。笑嘛？有嘛好笑的？有人点你们家汽油库，你还笑得出来？抓起来！哎，走！你骂一声，三年不认人呐！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声东击西，欲盖弥彰。”我真没想到你会帮杰振国用起了调虎离山之计。中国老话多了，狗咬吕洞宾听说过吗？念完经骂和尚听说过吗？老毛人，你！快点干！孙小军，嗨。杰振国想把我们从赵各庄调开，所以派三郎姐过来说一些假的情报。辛苦你了。周大阁下不用客气，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我需要你去小山园走一趟，找那个女人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情报。明白。送了，我把情报包在烧麦里。这么重要的情报，山口独吞了，没告诉你们。山口在井下烧伤了，被送进医院，到现在还没有清醒。杰振国真的要对油库下手吗？
胜国最得力的神枪手，在我这儿我给他灌多了，亲口对我说的，不会用假。那你是什么时候把情报传递给山口的？就今天啊，我传两次呢。这就怪了。好了，我知道了，有事及时通知我。我走了。那你呀，就长点良心，别总想着跟我们中国人动刀动枪的。这么说，杰振国真的想对汽油库下手？黄立一说，被他灌醉的那个人一向不守军纪，而且刚刚被撤掉了中队长的职务。他说的，应该不会有假。即便这么说。他对汽油库下手，还是希望把我们调开。中佐阁下，难道他们是针对你？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去把守汽油库，就有可能把陈矿司放出我们的包围圈。如果我们留下，他们就有可能混进汽油库。那我现在马上返回唐山，对汽油库进行严密布防。哎，这样不太妥，这样很容易暴露我们的情报来源。我想过了，不如将计就计，给杰战国来个安度陈仓。安度陈仓？对，把三人子带来。嘿。只要汽油库一起火，我们就离开赵各庄。汽油库起火，难道我们就坐视杰振国进行破坏吗？不是这样，点火的人必须由我们的人来控制，这样才可以把损失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至于赵各庄，就把太史进留下来吧。把他放开，站长。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谈一下我们合作的事？谈嘛，我可是老实人家的孩子啊，吃不了那么大亏。万一哪天你一翻脸找我倒老账，我可赔不起。我只想弥补你，让你名利双收。第一，要重重的酬谢你；第二，让你成为抗日英雄。我不想当英雄，别到时英雄当不上成烈士了。你该找谁找谁去。毛利，所谓苦头啊，我们三人苦了下来。海军说你放肆，这件事由不得你。你耐心的听我说吧。你不是说杰振国要点我们的汽油库吗？我现在送你一个人情。汽油库由你来点。让我点？我不玩火。中国有句老话听说过吗？玩火尿炕，免谈。这一次我是非常真心的想跟你合作。如果你愿意的话，皇军会非常领你的情，杰振国会买你的好，老百姓会把你当成人民英雄。
合着就你一个人吃亏？天下哪有这么合适买卖？你信吗？三婶，能不能拿出一点诚意来，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谈？哎呀，我这也是急糊涂了。咱们把陈况思送到冀中去，不就是要找那个杨医生吗？既然那个陈况思到不了那个神医那儿，让神医到咱们这儿来不就完了吗？一个有胳膊有腿的总比那躺在担架上过去强吧？可他是个洋人呢。洋人咋了？咱现在就这一条路了，别说是洋人了，就是一个神仙咱也得给他弄回来。七月库叫人给点了啊？谁点的？我也不知道了。现在整个唐三城全部已经戒严了。行，小管东，辛苦你了，回去休息。哎，到时候怎么样啊？大师哥，赵德元，精卫带着小鬼子和宪兵撤了。那赵各庄现在还有多少鬼子？大约还有两个中队的小鬼子，再有就是太子进的队伍。老季，咱们队伍里有谁去唐山了？有，孙参谋去了。知道了。这事儿有点奇怪呀。你说咋办吧？也没别的办法。不管出啥支岔，咱们也得把这个杨医生接到赵各庄来吧。这样吧，把队伍交给老季，我跟你一块儿去。好。诺克医生啊，是国际主义战士，在党中央那儿都已经挂了号了。政委，你放心，只要我老季还活着，诺克就不会损失一根毫毛。我呢，已经给军区去过电报了，对你是充分信任的。为了节省时间呢，他们已经带着诺克医生上路了，你们可以跟他们在半路上交接。嗯，这俗话说得好啊，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知道这叫嘛吗？这叫手到擒来。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坐。哎，我这人呢啊，不贪图虚名。你不说你有个亲戚在接政国队伍上，这功劳给他领了。不会亏待你老弟的，我这边必有一份心意。老王，嗯，现在有个麻烦事儿。什么麻烦事？你看咱们俩都不会洋文，那总不能跟那个杨医生这比划着去交流吧？咱们这回干的可是走钢丝的活啊，容不得一点闪失。要是那杨医生他不明白咱们的意思，配合不起来，这危险可就大了。是啊，邓政委说这个杨医生是来自国外法语地区，那个地区是说法语的。我印象当中咱队伍里头没人会说法国话。法语？嗨，这你没给洋人打过交道你不知道。这出来混的这些洋人呢，不管哪个国家的，或多或少啊都懂点英语。那比国的那个范德萨不就那样吗？这咱们队伍里的那个孙参谋，还有小广东，都会点英语。我看啊，把他们俩其中一个带上就行了。这俩人，老王啊，这样可不行，这队伍没法带了。咱们就这么几个人，你总是怀疑这个不信那个，这仗怎么打啊？那你也不能打仗去带着隐患呢。你要带着隐患打仗，等于腰里揣着个火种下井，那是一个道理，太危险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你也别着急，你容我再考虑一下吧。我是可以容你再考虑一下，可阎王容不得陈况思啊。
孙参谋辛苦了，哎，喝点水。这鬼是孙参谋。孙参谋怎么了？大队长，教导员。报告大队长，教导员，孙宪武顺利完成使命。哦，你是说鬼子的油库是你点的啊？你咋点的？我还在油库认识个技工，我靠着他的帮忙就混了进去。我在那儿装了一个爆炸延时装置。你把细节说一下。哎呀，老王，你就别啰嗦了，路上说吧。哎，路上。啊，小孙呐，有一个新任务，让你跟我们一起去啊！哎，老金，就这么地了，收拾一下，马上出发。哦。哦，对了，多带两件衣服啊。哎。哎，大队长，咱们这次执行什么任务啊？你看还要化妆，咱是不是去唐山啊？怎么？刚给金伟点了个火把，还没玩够啊！咱们这回啊，不去唐山。我还以为还要给他放个大炮仗呢。那咱们到底去哪儿啊？小孙呐，啊，我们是特务大队，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你应该清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讲的不讲。啊，对对对，你看，都怪我多嘴，我这不是做梦都没想到，我还能当个特务吗？小孙呐，啊，你回去准备一下，到小三元找一下大凤。让他教你一下，走江湖那些个戏词儿，就两个钟头的时间，能记多少记多少啊！学这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清楚了。哦，还有，这件事儿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你看我这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跟谁说去啊？行，那我先去了啊。走，走，打开，打开，走。看看，太师队长，赵各庄最近有什么情况？啊，忒奇怪了，没有啊。前两天还有几起出殡呢，不过吉田少佐命令吉田大队的皇军，死尸也要戳三刀啊。这两天连出殡的都少了。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提高警惕。我看。杰真国也拖不住了，因为阎王不会给他太多时间。如果太史队长真的遇上杰真国的队伍的时候，我希望太史队长奋勇当先，不要留任何情面。哟，这话咋说的？中佐埋伏在这里，离赵各庄就八里多地啊，说到就到啊。我就算是想给他留个情面，我也没那个机会呀。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为啥呀？因为你是一个实在人。那是那是，是个狡猾的实在人。那不是那不是，我都是个实在人，我对皇军那是一心一意呀。大师哥，来叫吧。来。这平时啊，就属你爱到茶馆去听书，你给我说两段。这简单，是三国还是水浒？哪一段你随便挑。哎呀，这最好是跟这个闯江湖、耍把式有关的。闯江湖？我呀，要去唐山干一件特殊的事儿，得沾点仙气儿，得满嘴跑火车啊！明白了。话说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纷争，中国社会又一次出在了历史动荡之中。这位施主印堂发亮，看来是有什么好事啊。您会看相，那就替本姑娘看看吧。啊，来。
这边请。有新行动啊？嗯。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不过不管干什么，不管去哪儿，肯定是要让鬼子好看。哼，我原本一直以为在正规军跟敌人作战才是巾帼本色、木兰精神，没想到跟着结阵国的队伍比在正规军来得更加痛快。啊，施主手相不错呀。谢谢。刀枪无眼，多加小心。放心吧，跟着杰正国他们有赚没赔。谢谢啊。好。哦，施主慢走。军区敌工部的同志吧？对，我是冀东工人特务大队的杰振国。老杰，请坐，请坐，请坐。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了，刀劈鬼子兵的英雄。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教导员老王。小孙，哎，杨医生呢？哦，他在里屋。你们说说，你们打算怎么通过敌人的封锁？把诺克医生送到赵各庄去。好，我们已经想好了，打算呢一路扮演成跑江湖的。可是诺克医生是典型的欧美人，他的长相特别奇特，你们的这个方法能行得通吗？这跑江湖的呀，可以把脸画成花脸，这样便于隐蔽。现在我们也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了。哦。哎呦，他怎么长成这样了？眼睛还是蓝的，这下麻烦大了。诺克医生，他们是来自冀东的同志。Bonjour。啊？我也没听懂，他说的好像是法国语。我怎么听着好像是笨猪啊？我知道。哎，这听起来像骂人，其实啊是你好的意思。我跟范德萨打交道的时候啊，听他这么讲过，这法国人都是这样，要熟了以后啊，那打招呼更难听了，更像骂人了，好像叫什么杀驴。哦哦，杀驴。这别的话我就听不懂了。Vous pouvez parler français? Hello, Dr. Knocker. I only can speak English.Can we talk in English? I need to see the wound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这家伙这么高的个儿啊，这目标太明显了。小孙，不是让你休息吗？诺克医生不干。为啥呀？ I've told you over and over again. Hello?Hello, I need to see the wounded. 他说什么？他说呀，他必须得马上见到伤员。你要见伤员，是，但是你现在个子太高了，我们原来的计划都实施不了了。I don't care. That's not my business. I need to see the wounded within 24 hours. If you can't get me to the wounded within 24 hours, then you don't even need me to go.他必须在24小时之内见到伤员，否则的话，他去也没有用了。
你告诉他，总会有办法的。咱们连这点办法都想不出来，那不成笨猪啊 ？A man who runs away as soon as the going gets tough doesn't deserve to stand toe to toe with me and say bonjour。他说，请你们尽快告诉他，到底什么时候能见到商人？现在。哎，老杰，你想出点子来了？他不就是因为身高扎眼吗？咱又不能把他截短了。既然截不短，那咱就让他再长得高一点。すみません。とどまってください。还是没有动静吗？好，まだ何もありません。バカ。不对头。这么大口径的子弹，打进胸口，伤情，按常理说透不长。我要亲自去看一下，看看杰振国搞什么鬼。Yankee Doodle went to town riding on a pony, stuck a feather in his cap and called it macaroni. Yankee Doodle went to town, Yankee Doodle dandy.大队长，前面有鬼子的哨卡。别慌。是金妹他们。干事，嘿，如果甩不开金妹，就按咱们的计划行动。就在这玩心天，懂不懂规矩啊？嘿嘿嘿，推拱人干什么你？怎么了？你懂不懂规矩啊？谁是谁推场？你推什么人？不，懂不懂规矩啊？啊，懂不懂规矩？那块儿你不能推，谁干什么你？推人？推什么人？不，你凭什么推我们人？加油了！你让纪委队长评评理，你是怎么回事啊？你，纪委队长，你谁？你不认识我了？我给你变个魔术啊？啊？你在打架？没有没有没有，皇军是这样的，这一带都是我的地盘，他们在这儿八个呀。这里所有的地盘都是属于皇军的。对对对对，你们听见没有？这里都是皇军的地盘，赶紧给我找人，我跟三军是朋友。
太君啊，你给评评这个理啊！他平白无故打我们的人，你看我们人都站不起来了都，你得赔我们钱，我得看病去呢。谁赔你？太君啊，太君，他帮过你的忙，我也可帮过你的忙啊！这一碗水你得端平啊！啊，你认识皇军，那我还认识皇军呢。你们别闹了，打人是不对，该赔就赔。好，我赔。耶，走走走走走。走了，来，大长，帮我招一下。哎，等等，没事。萨克斯，哎，萨克斯，萨克斯，萨克斯，哎，太君，哎，太君，萨克斯，太君，太君，那没什么东西，都是衣服，哎呦，都是衣服，太君。你看看，啥也没有吧？这，太君，太君。把面具摘掉。嗨，你看，你看把我们人脑子打的都是血，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行了行了，快走吧。这，来来来，弟兄们，帮我周一下，来来来，来忍着点啊，兄弟。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啥？哎呀，你干啥你？别闹！我跟你没完！你两个别闹，再闹，抓你两个坐牢。哎，哎，是，滚蛋！跟你没完！我跟你说，你来，快点走啊！进来，散了，散了，来，散了啊！谁让碰上不讲理的了？诺克医生，诺克医生，你怎么样了？没摔坏吧？姑娘，太小看我，我有你那么大的时候。我是我的大学的篮球队的队长，况且你们的街大队长还专门让我练习过。我希望咱们能快一点交到水。街大队长还把一个怪怪的东西吐在我的脸上，味道不太好，也有点难闻，更难吃。来，诺克医生，你先擦一下吧。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街大队长变魔术时候用的颜料。哦，looks like we've beaten the god of death.
呀，怎么，断队了？来，你看看，我给你弄个这个。来，给呀。我不抽这洋玩意儿。你可别后悔啊，这可是美国的骆驼牌啊。骆驼牌，一股臭袜子味儿，还骆驼牌。它再不好抽，总比你那烟袋锅子强吧？来，不要，不要，我可要了啊！怎么样？那个小孙还是挺靠得住的吧？啊？我倒不是怀疑他靠不住，我是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哎呀，去弄点啥吃的啊？啊？我听说玉兰那个面擀的一绝啊，那还用说？小菜一碟儿。等你啥时候啊，让玉兰给你做一个彪彪面。啥面？彪彪面啊。彪彪面啊？哪个字啊？你看，你这还有文化呢，这个字都不会写。你别看我识字不多啊，我会写这字儿，还挺复杂。你看看这样写。行行行行行，说正事儿。听大鼻子说啊，说陈冠司还得休养一段时间，要是老是不见踪影的话，你说英国老板会不会找个人把他给换了？是谁？天边的钟。